美国。这是胎压的检测，那个每一个轮子后边不是四个轮子，四个轮子哪个多少气儿都能看着吗？启动啊，它自带了一个胎压检测。然后是自动巡航、自动驾驶，还有就是别的辅助功能，方向盘也有辅助功能，按键就特别特别的轻了。防追尾、防侧风。啊、哦，这个还有防侧风的功能。对，防追尾、防侧风，然后车道偏离，都有。按上这个键之后，你就偏离不了，你要偏了，它自己纠正。这啥玩意儿的？这是什么？那个车台。哦。这是车台。哦，明白了。这是那个自动定位，就是车你走到哪。啊，这个是自动定位，这是车台。啊，那要是哎，那我那对讲机跟这能连了？能啊。就输上数字就可以了哈。对对对，就可以了。目前来说，这款车。这是现在这车是第几台？啊，高配的6吨半的牌是第几台？这是全国来说是第一台。对，那就是除了乌尼莫克，也就是这车了。乌尼莫克咱也开不了了。嗯。再升级就是乌尼莫克了。对。看看后边的功能区。一个是1000瓦的看电视用的，然后这个是大千瓦，3000瓦的，3000瓦的开着。一共安了两个逆变器啊？对，这车两个。两个逆变器，一共是4000瓦。小用电量的时候就不必要开大的那个逆变。啊，就开那1000瓦的就行了。对。上面是所有车上的那个电路控制系统。这是电路控制，灯光，嗯。啊，全都是触摸的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是那个水泵，还有就是那个行车空调，这是大小风三档风，这个是那个燃油热水器啊，燃油热水器，燃油热水器，燃油供暖，这是360度。车上的热水器是烧柴油的？柴油。这个是集成罩啊，这个是最关键的。现在一般的房车用这个的很少。嗯，这个还房车头一回见。对，集成罩。这是油烟机。对，集成罩吗？啊、哦，它自己就。是出来这家。就抽上去了。老板踩100个辣椒，炒一个辣椒有红汗的吗？回头炒一个试试。水。对，水盆。这是净水器。哦，就是这是。车箱子里的水，它过滤完以后直接就可以用了。直饮水的。嗯。功能太齐全了。了这玩意儿好啊。自带净水功能的。那下边那个棍是干嘛用的？消毒棍啊。嗯。它带自动洗碗功能吗？不带。不带，就光消毒呗。嗯、对，这个是那个就是水槽下边。放点东西的储物。这个还有一个那个。哦，还有个拖单板儿。嗯。哎呀。然后我在这装了一个磁铁，要不然的话，走起来它走起来它响。响。完了，这回放下来呢，它就不响。它就给它吸住了。嗯。挺好。这个设计挺好。两个储物箱。这储物箱挺大的。你们一般那车这底下都是电器，我这在这放后边。对。一般这里边都是逆变器、电瓶。我这边是大空间的那个冰箱。这冰箱是目前属于房车里边最大的了吧？对，上边冷冻，底下冷藏，这是冷藏。上边这冷冻不得有60-70升啊？我感觉。对。这大冰箱可够用了。我这是零下多少度？我没定。啊，上面还可以调温度。对。拓展也是电动。这个拓展打开了以后，这车就是属于一个小套衣。好了，这就是拖到最大了。拖完了以后的空间就是跟一个套衣一样，这出去往哪一停一住，老舒服了。后边大车。有钱的都不用买房了，买个车得了，还移动的，还不用交电费，不用交水费，还没有物业费。想去哪就去哪，就过道费。过道费那不跑也没有啊。这个比别的车多一个鞋柜儿。啊，那个地方是个鞋柜儿。鞋柜儿，然后呢，这是个储物仓，
这俩，这是酒柜儿，这放酒的柜儿。对，这也是。这个脸盆儿，嗯，轻轻收起来就把折叠洗脸盆儿。对，用的时候这个就省空间了嘛。对，用的时候放，不用的时候就收起来。对，然后旋转式的马桶，这个马桶也属于房车上最好的马桶了，配的花洒，上边还有换气扇，全自动的换气扇，进口的还是。这车里边还有配的这个大宇的迷你洗衣机，直接带那个自动烘干功能的。后边安的那个是家用空调，对，就是驻车的时候开地面器就可以用的，是吧？日本厂的纯进口的。那3000瓦的就能带动吗？能。那这个出风口是啥呀？哪个？那个呀，哥。这个是那个，燃油。暖气的呗。燃油暖气，对。哦，暖气的出风口。对。上面这一排，我这是那个。行车空调吗？行车空调的，后车空调。这车老带劲了，嗯，哥，这车是你设计的还是那个根据咱要求定制的？全是自己要求定制的。全下来多少钱？我这个全下来是98万。现在这个车是卖110。现在110、嗯，这电视挺大的。这是两个功放音响，一个室内的，一个室外的。还这车上还有功放跟音响，啊，可以 K 歌呗。对对对对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功能太齐全了。现在车里头还有个点歌机啊，然后用的时候就直接插那儿就行了，是吧？对对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是。外边遮阳伞是自动的。遮阳伞都自动的，这车是高配中的高配了。对。上面是个儿童床，上面睡两个人也没问题。这个电视可以放进去，跟他的车都是一样的。嗯，这放在这里边睡两个人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嗯，就是不能坐着，坐不起来，你就是爬上去就睡觉嘛。对，睡两个人没问题。对，那，啊，就是这后边这里两个，然后这里还可以睡个孩子，这个地方。对，嗯，然后后边这还能睡两个人，两个大人。嗯，这个车是哥是标配六座吧？标配六座。啊，两个六座，啊，就可以坐六个人。这是往哪一停一待，老舒服了。这个小暗格呀，这谁发明的？这我刚才做了一个暗格嘛，这个正常睡觉他说谁也拿不出来。哦，对，那里要放点东西，谁也取不出来。但是让我给拍出来了，别人知道你这有个暗格。我不管。嗯，正好在这个后边挡着。嗯，打不开吗？哦，还有个遥控器，那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，对，直接摁遥控器就可以了。对，这就完事了，全把灯闭了。完，这还有触摸灯，那时候熄灭了。哎呀妈，这还是个触摸的，啊，对，完了，而且就是慢的亮，就是，嗯，哦，灭了，嗯，车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高科技。那个，休息的时候，低压开关就是一闭，就是全车电都断了呗？不全车电，冰箱不断。除了冰箱不断，剩下电全都断了，全都断了。哥，你这车太阳能是多少瓦呀？我太阳能是1000瓦。1000瓦太阳能。锂电是1200瓦时，24伏的。24伏。那一天20多度电，那可劲儿造，那车里所有东西都可以用，用不完的用。嗯。加上1000瓦太阳能，对，那一直都不会缺电。这个底盘是进口的，是吧？都是纯进口的东西。它是属于。底盘是意大利纯进口的。意大利纯进口，属于越野车吗？哥，它越野型，但是房车哪有搞越野的啊？这是属于几驱？两驱一把锁，一把差速锁。啊，一差速锁是啥意思？这是防止嘎车的吗？就是一把锁，一把养车都知道了。哦，反正我不知道，我不懂。嗯，给我个车我就轮子压空了。啊，它空转了，你可以把那轮子锁上，完这轮再使劲往上走，要不那放这轮它不就不走了吗？明白了，这轮呢，这就是这意思，就可以自救呗，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对，啊，这个功能比较好。自带绞盘，我没上。外边还自带绞盘？对，我没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车这功能
可是够全的了，已经都全全了，没有再补的。嗯，在前面自动充电，手机往那一放就可以充电了，无线充电啊，这是自带的无线充电。对，手机往那一放就完事了呗，不管是什么手机，就是一放就充电了。但是你得有那种功能的手机，你像老年机的肯定老年机肯定是不行。哎呀，这车老带劲了啊，往这一坐那感觉都不一样，老舒服老爽了。我什么时候能拥有这么一辆房车哈、啊、真的有这辆车就不用买房子了，车里边空间赶上有小套衣了，空间非常大，你要一家六口人在这个车里生活嘛问题都没有，你是吃喝拉撒睡啊一步到位，一个车全部搞定。这人多损啊，跟我上来给他求点东西，完事儿把我关里了。你说吧，你娶啥？我娶你。你娶我，我还不我换箱子，我还不嫁给你呢。哎呦我去，拿啥呀？我换个箱子。整个车所有的控制系统线路全部都在这一个箱里边装着，然后我能认识那个是太阳能发电的，这个是库仑计。然后还有这些稳压器啊，这个呢也比较方便维修，是吧？非常不错，一关就 OK 了，而且空间还特别大，这后边能睡个人，铺一下就可以在里边睡。嗯，反正偷肚子到这里行。偷肚子。这里边再发。那对发。哎，看见吧，这个玩意儿车哥整上了。做饭的那个抽拉的小灶台，这还能往出抻不？不能了，我再做一个折的。啊，再做一个折的。折里头就回。现在没多少整。又研究上一下。这条就没动。啊，这个没动。这个，里头也可以装东西了。啊，你把这个又给垫起来了。啊，升起来了。嗯，多了个橱柜儿。这个不是搬一下，这是能干净一点啊。哦、要不就埋汰呀。这个又给他又给。这个是保险箱。啊，一说就是保险箱。妥妥的了。就等着腿了。